歡迎今日各位今日嚟到2023-24 年度嘅財政預算案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相關措施記者會，台上有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教授、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麥德偉先生、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長張曼妮女士、創新科技處處長潘婷婷女士，同埋處理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洪志光先生。今日記者會就先由孫局長作簡介，接下來就是記者提問時間，現在時間交給局長。各位香港市民，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各位傳媒朋友，大家下午好。我先向大家簡單介紹一下今年的財政預算裡面有關創新科技和工業局的一些重點的措施，跟著就歡迎大家提問的。國家一直大力支持香港的創科的發展的，在"十四五"的規劃明確咁樣支持咧，香港係建設國際嘅創新科技中心。政府咧係會把握"十四五"嘅一個計劃，同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所帶嚟嘅重大嘅機遇，繼續投資創科同埋推動經濟嘅高質量發展嘅。我哋已經喺去年十二月推出咗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咁其中咧係循住世界嘅發展方向啦，同埋八大嘅重點策略咧，係要推動香港咧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嘅。今年嘅財政預算案咧提出咗多項嘅措施，咁喺藍圖裏邊咧係提出咗四大方向同埋八大重點嘅具體落實，具體藍圖裏邊嘅一啲相關建議。在以下呢四個方面咧，係提升本港創科嘅生態啦，令到香港咧係可以成為一個創新科技中心嘅。第一咧係發展數碼基建啦，推動數碼轉型；第二咧就係鞏固香港嘅科研優勢啦，同埋咧係促進科技產業嘅發展；第三，培育科技初創同埋人才；第四，發展創科基建，推動新型工業化。藍圖提出咧，係要加快香港數字經濟同埋智慧城市嘅發展步伐，咁提升市民嘅生活嘅質素。由財政司司長領導嘅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咧，已經係成立咗四個工作小組，研究四個範疇嘅，咁嚟到加速咧數字化經濟發展嘅。咁依啲工作小組咧，就會喺今年之內咧向政府提出具體嘅建議噶啦。為咗推動數字化經濟嘅發展咧，藍圖咧就建議。香港要加速發展人工智能預算中心啦。咁預算案咧就已經宣布咗啦，我哋會係成立一個人工智能推算中心嘅一個可行性嘅研究，咁同埋提供足夠嘅算力基礎，推動本地科研同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咁依一個研究咧係2023-24年度完成噶。第二方面咧，為咗改善市民嘅生活素質咧。政府咧就會係預留咧係2億元咧係提升智方便平台嘅一站式數碼服務啦，嚟到改善用戶嘅體驗啦，進一步推動智慧政府同埋社會數碼轉型嘅。為咗加快企業嘅數碼轉型咧，我哋會預留5億元，由數碼港推行咧數碼轉型支援嘅先導計劃，以1:1的一個配對咧嚟到資助。
中小企咧係嚟到係令到佢哋可以數碼轉型，提升佢哋嘅競爭力嘅。咁同埋咧亦都有數碼港 Web3 基地，因為依個亦都係一個重要的發展趨勢嚟嘅。咁數碼港已經成立咗 Web3 基地啦，政府咧會撥5000万咧嚟到加速今年咧係喺香港咧係建立 Web3 的生態環境啦，包括咧係成立有關的工作小組啦。咁跟住咧，我哋都會鞏固香港的科研優勢啦，促進科研的發展啦。藍圖裏邊咧講到咧係中上下游咧都係要全面發展嘅生命科技嘅一個重要工作。咁預算案已經宣布咗啦，為咗推動生命健康嘅科研學院咧係預留100亿元，咁其中咧係會撥出60亿元咧嚟到資助大學咧同埋科研機構咧係設立主題嘅研究院，支持科研成果咧嚟到轉化同生命科健康科技研發有關嘅一啲成果。喺2023-24年度咧會邀請大學同埋科研機構咧提交有關嘅建議書。另外咧，我哋都會預留30亿元推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等前沿的科技領域基礎研究相關建設，等到我哋可以提升由0到1的嗰個科研能力。微電子研亦都係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技術，政府就會支持成立一個微電子研發院，希望成為區內微電子研究的一個領先的一個機構。第三，在培育科技的初創方面，科技園公司就會是向一些科技的一些初創公司投資基金，科技園公司分別投放4亿和1.1亿元，連同一些合作夥伴推出共同企業加速計劃，加強一些資源來到培育科技的初創成為區域或者全球的企業。另外我們為數碼港預留2.65亿元的推出針對智慧生活初創企業的培育計劃，為相關企業提供最高500万元的財務資助、專業支援和輔導的。在未來5年，每年的那個90家的創造企業是會得益的。為了落實藍圖所提出的有關充實科創人才的一個發展策略，我們就會撥款3亿元在中學 IT 嗰度咧，係創新實驗室嗰度咧，係有一個發展嘅計劃嘅。喺未來3年咧，係會向公帑資助中學提供最多100万元嘅資助咧，舉辦資訊科技相關嘅課外活動嚟到壯大咧我哋未來嘅創科人才庫。最後咧，我哋全速咧係推進各項嘅創科基建嘅一啲規劃嘅工程啦。咁包括咧，規劃署咧同埋土木工程拓展署咧，將會喺今年嘅第2季喺新田科技城嘅方案各方面咧，同埋土地嘅規劃佈局方面咧，係開始進行諮詢嘅。咁嗰個目的咧就係2024年咧開始土地平整嘅工作。第二咧，落馬洲河套區嘅港深創科園嘅头3座大樓咧，將會喺明年年底前咧陸續落成噶啦。咁依啲新建成嘅基建咧，就會有助於咧係招攬海外嘅同埋內地嘅一啲創科人才嚟到香港啦。另外咧，為咗可以提供更加多嘅空間咧，嚟到推動新型工業化咧，我哋係邀請科研公司咧嚟到係提供第2個先進製造業中心依一方面嘅計劃咧，係進行可行性嘅研究嘅。創科咧對於香港嘅經濟同埋整體嘅高質量發展咧係至關重要嘅。我哋咧會全力向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依個非常宏偉嘅願景咧，嚟到係向前邁步嘅。非常感謝，而家歡迎各位傳媒朋友提問嘅。大家示意提問，我哋同事會遞上麥。提問之前咧，請講出你代表嘅傳媒機構，問題冇超過3條，同埋咧係聚焦喺財政預算案嘅相關措施嘅。邊一位？請示意提問。綠色 jacket 嗰個男士。你好，局長。香港電台啊，先想問翻，頭先都有講到話，即係關於河套區嗰個發展啦。之前都有講到話，嗰個恢復河套區嗰個原本用途咧，即係內部都有個時間，可唔可以即係都透露多少少，即係幾時可能釋放翻個土地用途啦？另外之前咧，局長都有講到話，即係要親自去打電話去招人才啊、招商啊嗰啲咧。其實而家有冇話即係你自己嘅個人情況，其實可以招到幾多咧？咁即係例如，就住最近政府的高才通計劃，有冇話其實都有資料顯示得到咧？啲創科領域其實係有幾多度咧？唔該。
谢谢您的提问。多谢你的提问。关于河套的问题呢，我们之前都讲明了，我们会在2023年底开始招商引资，而且我们新建的首三栋的大楼呢将会在2024年之后陆续落成的。我们依然维持着这个计划不变，目前政府内部正在度紧密合作，力求分阶段分批的还原河套用于创科的用途。关于招商引资呢，我们创新科技局会和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紧密合作。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的进展的了。现在已经有若干家的公司是落户香港的，招揽人才，尤其是招揽科技人才方面，亦都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来的。刚才你提到高才通，我们劳福局和其他的局都在做着好好的工作。我们觉得重点呢，就是要通过企业来到带入人才，通过建立良好的基建设施带动人才，通过招收一些顶级的国际领军的人物来到带动人才来到香港发展，这个就是我们招人才的策略。多谢。提问。左手边第二行那位男士。局長你好，我是香港浸會大學申報人財經的。剛才提到的人工智能超算中心是需要大量的數據去運作，那這一類的數據會在哪裡拿回來呢？另外都想問一下，這些涉及數據安全的問題會不會有相應的措施？謝謝您提出的問題。多謝你提出的問題。下面呢，我想請資訊科技處理總監黃子光先生回答傳媒朋友的問題。首先呢，就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呢，其實個運作呢最主要就是提供一些快速的算力和強大的算力呢給我們不同的機構需要的，譬如說我們的大學的科研啦，一些做研發的公司啦，同埋甚至乎一些我們政府部門需要做一些大量的數據研究的都可以用得到。咁所以呢，那些數據其實主要呢都是屬於那些機構和公司所有的。咁超算中心咧，其實嗰、那個構建咧，都係應該係一直需要我哋要求佢咧，係跟一啲國際標準咧，係訂立一啲數據安全或者係個中心本身數據中心嘅安全嘅一啲嘅標準。而政府特區政府咧，本身已經有一個好完備嘅一個我哋嘅資訊安全嘅政策同埋標準。咁我哋都會要求咧，超算中心如果係成立嘅話咧，都係要嚴格咁遵守嘅。尤其是一些國際標準，譬如說我們 ISO 27001這些標準呢，其實都是一些常普遍數據中心是會採納的標準來的。那裡其實都是包括一些我們叫做多方面的一些保障，由我們的系統的基建、網絡、數據的傳輸、處理和銷毀都是有嚴格的規定。那也都包括一些整個系統的管理和一些事故應變的一些偵測和反應，這些都是有一些很詳細的標準，是會嚴格要求數據中心包括我們超算中心是需要跟從的。多謝。下一條提問。左手邊第三行綠色衫的男士，是靠邊個？是這位。你好，尤先生。首先想問關於生命健康科技那邊會有60億用來做資助大學和科研機構那邊，可不可以講多少少這方面呢？還有預計會資助到幾多間院校或者資助幾多個 project 呢？60億有沒有機構已經接觸了你們？會不會是哪一方面的主題呢？另外預算案有預留了2億去提升至方便平台，有不少市民用政府的服務都要大排長龍，會不會未來會有更多的政府服務可以做到電子化呢？謝謝。謝謝你。多謝你的提問。關於預留60億元用在生命健康科技的發展，這個措施呢早在去年財政司司長的預算案裏面呢就提出了說預留100億的。這一次呢在預算案當中我們提出呢是先拿出60億元出來，
来到支援本地的大学在生命健康科技方面早一步发展。我们鼓励各间的大学针对生命健康科技这个大的主题，开创一些跨学科、跨院校甚至是跨地域的研究。另外，我们也鼓励大学用这个机会从全世界吸引最顶尖的科学家来到香港，组建新的合作平台和团队。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依靠，就是我们香港的几所大学从事基础研究，是实力非常雄厚的，从零到一的有很多的卓越的突破力。在这一点已经被海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机构高度认可了。未来香港要保持自己的独特的优势，我们一定要继续的增强我们大学的基础科研的实力，使得我们香港能够源源不尽的能够有更多革命性的新的研究。过去几年来，这些年来呢，由于各种的原因，我们对于大学的科研相对周边的地区来讲，我们的投入并不是很多。所以下一步我们一定要捉紧这个机会，对本地的大学有多些资源。所以我们就提议提早拿出60亿支援大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至于智方便方的问题，我还是想请我们的处理总监黄志光先生去回答这个问题。每位朋友，其实政府在2020年12月推出智方便，目的就是希望可以透过一个单一的网上认证的身份，可以给市民去接达到不同的政府服务。现在目前我们已经有接近260个政府和公私营的服务是可以透過智方便去使用的，咁有接近180萬的市民已經登記成為我哋嘅用戶，亦都亦有3100萬人次透過智方便接達到唔同嘅服務。而行政長官咧，喺2022年嘅施政報告亦都提出要加快建設智慧政府，所以咧提出咗喺兩年內咧將所有政府嘅服務電子化，三年內係推動所有的政府部門採用智方便提供一站式的數碼政府服務。所以我們計劃是全面提升智方便的平台，提供更加有效地組織、分類和簡化一些受歡迎和常用的電子政府服務，同時亦都讓部門可以透過更加有效和智方便做一個整合，加強部門之間的數據互通，簡化服務的流程和優化我們的用戶體驗，達至我們目標就是希望可以政府服務一網通辦。而我們覺得推動智方便更廣泛地使用，是會進一步推動智慧政府以至整個政府的數碼轉型這方面的發展的。多謝。下一條提問，右手邊第三行藍色恤衫的男士。Good afternoon, from... 你好，我是南華早報的記者，有兩個問題。第一是關於微電子的研發中心，其實在不同的地方研究晶片需要很多年才可以有成果的，你認為其實我們對香港社會對於等候成果出現的耐性有多少呢？何時才會有對於晶片的研發的突破呢？其實投資者可能會失去耐性的，那設備又如何呢？因為中國現在是被美國制裁，咁香港會唔會都係受到影響呢？如果冇呢啲嘅設備嘅話，如果香港都係被制裁嘅話，咁香港點樣可以係交出成果呢？喺晶片方面，咁關於人才啦，而家嗰個高才通嘅計劃有一個新嘅係刑事記錄嘅檢查嘅要求。另外也有些申請者的背景是令人是有疑慮的，所以在這方面如果是要披露多些資料、個人資料的話，可能是會不會有些創科的人才是會比較是沒有那麼想來香港呢？多謝你的問題，
咁第一個問題我會答，第二個問題咧，我會係請穆德偉先生答。嗱，咁關於係微電子研發院，嗱呢個咧係國際嘅創科嘅一個趨勢，呢個係一個策略性嘅一個科技咧，好重要噶。嗱，其實好多嘅國家係投資咗好多嘅資源咧，係去研究微電子嘅科技，去發展呢個嘅產業。香港以往都是有非常之好的電子的產業，包括是半導體的產業的，這個是講緊十幾廿年前的事。不過其實在電子方面，我們有很強的研發的團隊，有很多是很出色的研究的成果出現了。為了可以更好地利用香港的優勢去貢獻我們的國家，我們是打算是去創立這個微電子研發院。香港科學園其實已經是在元朗的創新園，是作為一個微電子的創科的中心。那我們是想著利用那個微電子的設施，那裡有非常之是高科技的，這個是無塵房，有很多不同的設施，還有是實驗室去檢測產品的質素和可靠性。所以我們想著在這個的大樓的上面是再加建微電子研發院，目標就是要是強化產學研之間的合作。我們都希望可以是利用這個很重要的平台，去促進微電子的業界的發展。例如有一些 很昂貴的設備，我們可以給我們的產業使用。那個優勢就是這個會是一個平台，可以是匯聚在內地和海外的人才來，也都可以培育本地的人才。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那個建立這個微電子研發院的目的。究竟怎樣去運作，怎樣去組織這個研發院呢？有一個的模式我可以是給你參考，例如在比利時 MEC， 這個是一個比利時的一個地方的一個國際的微電子的研發中心，那個就會是我們學習的模式。現在我請麥先生回答第二個問題。多謝你的問題。就住吸引人才方面，咁我諗大家都會留意到今年財政司司長嘅財政預算案，見到政府係會係大量投資好多唔同嘅香港嘅優勢產業。我哋會投資生命及健康嘅科技咧，有一個嘅生命健康科技嘅中心，另外咧都係會有微電子研發院會出現。我哋都會投資喺建立多啲嘅設備，去加強啦我哋喺前沿嘅產業嘅一啲嘅研發，包括啦係人工智能同埋量子嘅科技。咁我哋嘅兩園，即係數碼港同埋科技園啦，我哋都會係注資更加多去支持初創企業。呢一切嘅投資都會係幫助啦，係建立一個更加蓬勃嘅創科環境嘅。這個蓬勃的創科生態系統就可以吸引企業來香港進駐，更加重要的就是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平台，令到創科的科研人才和團隊可以來香港。這個就是我們作這麼大的投資的主要原因。右手邊第三排白色衫那位男士。局長幾位你們好，明報記者想問回即有關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方面的問題。第一條問題都想了解回即其實為什麼政府會有即一個原意，即有個意思去到成立這個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其實是不是都有參考到內地或者新加坡或者是即日本等等的地方都有相關的設備，而即去考慮呢看了什麼案例呢？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其實都有一些意見是關注到其實人工智能
能嗰個算力中心喺營運上面經費都會係一個龐大嘅開支啦，同埋喺嗰個能源消耗上面都會係非常之大。其實政府喺日後營運，而家有冇一啲初步嘅諗法，就係會用傾向，即係或者係認為邊啲嘅模式係可行咧？會係政府主導啊，抑或係公私營合作嘅模式咧？即係呢個係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就係想問翻，即係人工智能近期即係都會有好多嘅話題喺度啦，即係當中其實係都會涉及到一啲道德爭議啊，或者係一啲法例上嘅問題。其實政府喺除咗推動人工智能硬件上面或者係人才上面嘅發展之外，喺法例上面有冇一啲準備功夫已經做緊去到做一啲規管咧？謝謝明報記者提出的三個。多謝明報記者嘅三個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咧，點解要建立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呢？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咧，佢代表個意義咧，就係超級數碼嘅計算嘅一個基礎建設嘅一個建立。對於推動香港嘅數字化經濟嘅發展咧，建設一個智慧嘅城市咧，同埋咧係面對而家日益新奇嘅人工智能數據方面的發展等等的挑戰，都是具備很重要的意義。大家都知道呢，香港已經將人工智能以及數據科技等等呢，是當為它自己一個很重點的發展的領域。世界上呢，在這些領域方面的研究呢，可以說是代表了最具革命性和最日新月異的一個技術的前沿的。香港必須要趕上，要追上世界發展的潮流。如果你看看周圍的地區，深圳的彭城實驗室有他自己的人工算力中心，珠海的橫琴亦都建立了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香港要保住他自己的競爭優勢，要成功建立起自己作為一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要在未來的數據經濟發展當中起到一個引領的作用，我們認為建立這個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是至關必要的。香港建立這個人力智能算力中心或者超算中心，就是令到它是可以立足香港面對世界。我們提出香港要建立全球的數據港，令到全球的數據都可以引入來香港，將內地的數據我們都希望在一定的條件之下亦都可以引入來香港。對於香港一國兩制這個這麼獨特的優勢，就可以決定了香港的未來必定是可以成為全世界數一數二的一個數據港和數據中心的。所以提早去佈置，去建立一些強有力的數據算力中心或者人工智能數力中心，對香港是非常重要的。這個是答第一個問題。第二就是怎樣營運，你問得很好。一如你所說，投入一個好的人工智力超算中心是需要投資的。在營運的過程裡面亦都是牽涉到一些環境的保護和營運成本，那就是因為這樣，我們今次在財政預算案裏面咧，首先就提出我哋要做一個可行性嘅研究同埋營運嘅研究，做一個分析，依方面嘅分析同埋研究。我哋非常咧希望聽取業界嘅意見，譬如話，我哋依個人工智能超算中心係需要幾多嘅容量咧？100匹、500匹定係1000匹咧？我哋係需要咩嘅營運模式？應該是公營、私營定係公私合營呢？有邊啲嘅團隊呢？有啲咩嘅機構呢？嚟到係去營運呢個咁嘅中心呢？我哋選址應該喺邊度呢？先至可以滿足到香港嘅需求呢？嚟到等香港可以面向全世界呢？呢一啲呢都係我哋所研究嘅問題嚟㗎。我哋都希望呢，香港通過建設呢個高質量嘅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呢，係可以將全世界嘅數據產業呢嚟到引入嚟香港。這個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通過一些好的基礎設施來到引入好的企業和好的人才。所以我們提出是要設立這個未來營運的分析，我們希望這個這樣的分析在今年年底之內就有成果了。智能
關於第三個問題，人工智能的關於道德、法律、等等的問題，我可以負責任的跟你講，特區政府一直都在保持著高度的關注。現在全世界各地呢，就我們所知，好像呢還未出台一個非常成熟的法律去規管人工智能，雖然各地政府也都很關注這件事。世界發展很快，人工智能和相關的發展的步伐是沒有人可以阻擋的，怎樣在未來的競爭當中既能夠保持著我們科技發展大步的向前，同時又要保證著這些科技的進步能夠為人類正確地使用，這個是我們一直關注的問題，我們都希望有機會和業界多些的探討。多謝你。提問、左手邊第三行穿西裝的男士，香港商報幾個問題想問翻。首先跟進翻嗰個河套區嗰個即係設備嗰個使用啦。咁其實隔離設施嗰個即係還原嘅進度會係點樣？幾時會完成嗰個即係嗰個河套區嘅隔離設施嗰個還原嗰度啦？咁另外咧就想問一問，即係而家你嗰三棟大樓咧，就即係出年年尾開始即係陸續落成啟用啦。其實你哋而家有冇話即係接觸到裏邊嘅即係海？內地或者海外的企業，即係即有啲初步嘅接觸，咁佢哋嘅反應會係點樣？咁同埋即係你哋河套區嗰啲隔離設施還原嗰度咧，會唔會影響到嗰、那個即係你哋河套區整個發展嗰個進度？會唔會因為呢啲咁樣嘅疫情嘅問題，或者係嗰、那個即係一啲設施土地用途嘅改變而影響到嗰、那個即係即係嗰個成個河套區嘅發展進度咧？咁另外仲想問翻，即係頭先講到個人工智能嗰個算力中心，你阿局長你頭先都講到就話即係深圳同埋珠海都有人即係呢啲嘅中心啦。咁其實你哋未來咧呢個中心落成咗之後咧，裏邊嘅數據或者會唔會話會同大灣區嘅城市或者內地甚至乎整個內地即係都會有即係數據嘅共享咁樣咧？如果有嘅話，有數據共享嘅話，會唔會話有啲嘅法例上面嘅即係修改，或者要有啲嘅即係跟進咁樣？咁最後仲想講問一問咧，就即係近嚟咧，即係有Chat GPT 嗰啲嘅爭議啦，即係有啲大學就即係禁止即係學生去使用。咁其實政府對呢一樣嘢，其實嗰個回應會係點樣？即係會唔會有啲即係相關嘅跟進工作要做翻咧？唔該。好，謝謝。好，多謝你的第一個問題，關於河套的問題呢，我就請副局長呢是張女士，張曼妮女士回答嘅朋友的提問。咁就住河套嗰個時間表同埋隔離設施還原嗰方面咧，其實而家已經係有內部咧係有一個嘅時間表。咁我哋咧係爭取咧就係早日咧就係有相關嘅設施係還原俾創科發展嘅用途嘅。咁我哋嗰個嘅目標咧，其實喺河套第一批次，即係頭三棟樓咧，咁會係由2024年年底開始咧，就係陸續咁樣去落成嘅。咁呢個時間表咧，而家其實我哋係爭分奪秒，亦都係按原先嘅計劃咧去推展緊嘅。咁至於咧，就係同唔同嘅海內外企業，不論其實是河套或者整個香港，我們現在呢是馬不停蹄都是做一個招商引資的工作，那個進展呢其實都是良好的。我們同緊即是在過去這段時間，局長啦，我哋創科工業局啦，亦都係聯同咧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啦，其實都係爭分奪秒啦，主動出擊，馬不停蹄咁樣咧，同眾多海內外嘅呢啲科技嘅企業咧去進行洽商嘅，咁都係針對咧就係我哋四大嘅重點產業領域嘅範疇。咁過去嗰段時間啦，其實係講緊都大家會見得到有唔少嘅一啲企業，譬如我舉個例喺生命健康領域，其實都有一些大型的藥企，也有一些領先的這些生物科技的企業，其實都是陸續在香港落戶，以及也都是設立一些亞太中心。當然未來這個工作一定是會全力去推展的。在那些領域，在不同我們接觸的一些科技企業，也都是有一些是屬於那個領域的一些世界級的科技領域的企業，希望就再有多些消息可以跟大家去交代的。
关于您回答的，您问关于你问的第二个问题咧，就是人工智能的超算中心关于嗰个数据处理的问题。我哋而家嘅计划咧，就是要根据香港的现有的数据，以至世界其他地方到嚟到香港的相关数据做一些处理，呢个是我哋基本的出发点。從內地來講，大家知道一些非敏感的數據，內地的數據也可以來到香港。另外，我們現在已經有一些對口的機構，譬如我們的大學，一些大學在內地也都有一些分校的，那這些相關的大學呢，他們的數據可能在一定程度內都是可以共享的。但是總體來講，我們現在是並沒有計劃香港的數據是分享的，但是我們當然都希望爭取創造條件，希望北邊的數據盡可能在一定的條件和規劃之下能夠南下。當然這個我們要通跟國家的有關部門先去談的。關於你所說的 ChatGPT 這件事呢，最近這段時間是全城關注的一個好奇點。我們生活的世界裡面，每一天都有革命性，可能有革命性顛覆性的科技成果顯現出來的。 ChatGPT 呢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了。我們認為相關的技術是可以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未來的，包括我們香港每一位的市民的生活啊、工作啊。雖然 ChatGPT 還未正式的對大中華地區開放，但是我相信很多市民或者有些市民都有所體驗的了。政府對此亦都是保持高度的關注。我們初步計劃要成立一個專門的委員會去研究同埋建議政府下一步應該採取乜嘢嘅措施，去面對呢個突如其來嘅重大嘅挑戰。呢個亦都係點解今年嘅財政預算案，財政司司長專門嘅撥出咗30亿元，做我哋嘅人工智能、量子通訊同埋相關嘅一啲嘅新發展嘅一啲科技嘅研究。這些重點的領域當中，香港必須要投入一定的資源來到去面對未來的挑戰的。多謝。右手邊最尾那行黑色衫的女士。Hi Secretary。 是局長你好，香港電台三個問題。首先是關於政策的方向，由 AI 去到量子科技等等，同埋微電子，香港夠唔夠錢去發展咁多嘢咧？剛才講到係 ChatGPT 啦，咁其實一間公司係差唔多係用咗成110亿美元咧，先至係研發咗出嚟嘅。咁但係香港咧，只係得30亿係分俾人工智能啦，同埋量子科技。咁其實實唔實際咧？咁微電子又點咧？咁另外關於係數碼轉型嘅支援科嘅先導計劃。咁其實好多嘅中小企都唔係好熟悉呢個先進嘅科技，咁所以究竟佢哋點會知道有啲咩嘅科技可以幫助到佢哋嘅數碼轉型，去幫助到佢哋嘅生意咧？咁其實香港有成30几万间嘅中小企，咁你會唔會係集中喺幫嗰啲受到疫情最影響嘅行業，例如係旅遊業咧？咁最後關於超算中心，你提到話其實要是引入是數據，是從內地引入數據來香港，都會有一些挑戰。那有沒有一些商討已經進行了，可以是令到我們的數據可以是入來香港呢？那還有政府有沒有定到一些關鍵績效指標去確定究竟這件事是不是值得做呢？多謝你的問題，那我會先答第一和第三條問題。那第二條問題呢，我會是交給麥先生和是黃志光先生。關於我們的政策，在香港的創科發展藍圖，我們去年12月是公布的，以及在行政長官的去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我們都是辨認了4個香港的主要發展範圍。第一，
就是生物健康、生命健康科技，第二呢就是人工智能 AI， 第三就是金融科技，第四就是先进制造业等等。所以今日嘅喺昨天係公布嘅施政財政預算案裏面提供咗一啲嘅資源咧，係俾喺行政長官施政報告裏面所講過嘅政策，以及咧我哋嘅創新科技發展藍圖裏面提到嘅措施，咁包括咧係60亿係俾生命同埋健康科技啦，咁另外30亿係投資俾人工智能 AI， 咁另外微电子嘅研发院等等，你可以睇到呢一切嘅预算案提到嘅政策都系我哋以前嘅政策嘅方向嚟噶。咁我要强调嘅一点就系，我哋喺预算案提出呢啲嘅措施之前，其实我哋已经咧系进行咗非常之详细嘅调查。確保啦，呢一切嘅措施都係財政上係可行嘅，咁所以我哋好有信心，我哋一切提出嘅目標都可以達到嘅。我哋會同社會嘅持份者合作去達到呢啲目標。咁啊，請麥德偉先生係答呢個第二個問題。多謝你嘅問題，關於係數碼轉型。咁正如我哋知道，數碼轉型是一個無可避免的過程，這樣是企業才可以提升價值。現在很多中小企都希望可以有數碼轉型，但是正如你所說，他們很多都是不知道這個數碼科技是什麼。在這個的背景之下，財政司司長就是撥出5亿元給數碼港去推出這個支援計劃，就是數碼轉型的支援先導計劃，目標就是要支援中小企，特別是很少使用數碼科技的中小企，去幫助他們應用一些已經是廣泛應用和比較基本的數碼的技術方案。這個的計劃會是一個一對一的配對計劃。我們預期每一項的數碼的技術的方案是不會超過港幣10萬元的，將會有超過8000间的中小企是受惠於這個先導計劃。由於這個是一個先導計劃，所以我們會先揀選某些的行業是去俾佢哋申請先，之後我哋會檢討嗰個成果噶。嗱，關於使用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嘅呢個問題，咁我要強調，其實呢個超算中心係提供一啲嘅電腦嘅運算嘅資源啦，俾私人嘅產業去使用，所有嘅數據都係屬於嗰個機構的。嗱，呢個係視乎嗰個機構嘅需要啦，同埋目標啦，係同唔同嘅夥伴，無論係中國定係無論係國內啦，亦或係海外嘅持份者合作。咁至於係吸引內地嘅數碼係過河嚟香港咧，去加強我哋嘅數據分析嘅能力，同埋咧係促進香港嘅數碼產業嘅發展啦。其實我哋係有同內地嘅政府係商討，可唔可以有多啲嘅數據咧係過河嚟香港嘅。嗱，咁但係企業數據咧，其實即係唔牽涉到個人資料嘅企業數據咧，其實咧係內地嘅法律係冇限制係過境嚟香港嘅。咁但係對於係敏感嘅機密數據或者係咧係個人資料，如果係要過河嘅話咧，咁當然就要跟翻法例去做一個係安全性嘅評估。
咁然之後先至可以過河嚟香港。咁所以我哋已經同內地嘅對口咧係商討，會唔會有多啲嘅支援措施，係簡化嘅程序，令唔同嘅產業咧可以將佢哋嘅數據係由內地係過河嚟香港嘅。唔該。問時間問題，最後一條提問，前面嗰位女士。Thank you. 係多謝，我係廣大嘅傳媒。咁啊，政府嘅注資咧係俾大學咧係進行一啲嘅科研。咁所以會唔會幫助咧係外資即係外國嘅產業嚟香港係研究啦，同埋係支援咧香港嘅香港嘅產業咧係去研發，咁同埋咧加強基建咧？係請潘小姐，多謝你嘅問題。咁正如咧係局長講過，特區政府咧係投資緊好大量嘅資源去發展香港嘅創科產業。咁呢個因為咧，我哋有好強嘅研發嘅產能，我哋有出色嘅人才，研發嘅人才喺我哋嘅大學嗰度。咁所以我哋會嘗試咧係將科研嘅成果咧係由一到 N 咁樣去轉化。我哋有一個咧係 Raise Plus 呢個嘅項目，即係產學研一家計劃。呢個產學研一家計劃咧就係可以係加速大學嘅科研成果係轉化成為商品。咁呢個就可以令到產學研咧係合作，令到我哋可以係完全咧係轉化咧係科研嘅成果，同埋咧係善用大學嘅資源，去喺長遠嚟講咧係為社會咧係帶嚟經濟嘅效益。咁呢個就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方向嚟㗎。唔該曬。會結束，多謝大家。